这么多，你是读的，你怕什么多呀？播放片段。老弟，你这个酒量不行，你搁我就是连喝20瓶，我都不醉。家长说好了啊，喝完酒就弄死我。你喝我就弄死我，你弄死我我就喝。你先喝，我就弄死你。弄什么？你先喝，喝完我就弄死你。大哥，看脚下，看脚下。大哥，啊！大哥，老弟，大哥，你咱俩去。拜天地！这笨马子，大哥先跪，看一个。醉意，醉意啊！带着那个醉醺醺的劲儿啊！醉醺醺，来，传递开始。老弟，你这酒量不行啊！你哥我就是连喝20瓶都不醉。咱们说好了，喝完酒就弄死我，你喝我就弄死你，弄死我我就喝，你先喝。我就弄死你。大哥，大哥，老弟，大哥，咱俩继续拜天地。不是，师傅，这叫拜把子。大哥先跪，不要离开我，我舍不得你。来，再次重来一遍。老两个人嘛，是吧？两个。对，这叫拜把子啊，这叫拜把子。不要离开我，我舍不得你。不要离开我，我舍不得你。对对对，这拜把子，拜兄弟拜把子。老弟，你这酒量不行啊，你给我就连20瓶都不醉，连喝20瓶都不醉。下一棒，俩人，明白。老弟，你这酒量不行啊，你哥我就是喝20瓶都不醉，你喝我，喝完我。你就弄死我，你喝不死我，我就弄死你。今天先喝过我，你弄我，我也弄你。老弟，你喝完这一壶，老哥我就跟你拜天地。大哥不是拜天地，咱俩是拜把子。师傅，那个就这样吧。好，明白了。哇，对好多个，对好多个。两个人，老哥和老弟，老哥来了。老哥，你酒量不行啊！啊，你酒量太差，我能喝20瓶。老哥酒量不行，你酒量太差，我能喝20瓶。你就喝这么点儿，就喝这么点儿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咱们不是咱就得喝干了这杯酒。干了，喝完不能走，喝完不能走。不是，喝完我得弄死，我得弄死你，我就弄死你。弄不死你我就喝，弄不死你我就喝死。对，如果今天咱们俩谁都没死，咱们没死，咱们就一直喝。不是，咱们拜天地。哎呀，哥，拜兄弟。哎呀，哥，拜爷爷，别抱一下，我俩太过于兴奋。再说一遍，主要是老哥在演。老哥说，今天我要是没喝死，那我就弄死你，弄死。我今天弄不死你，我先弄不死你，我也没喝死的话，我们俩拜天地。哎，哥。哥拜兄弟，拜兄弟！嗨，说什么呢？就这个，哥，老哥哥和老弟弟啊，你这酒量不行啊！我能喝20瓶，我喝死你！我要喝不死你，我就弄死你！我要弄不死你，咱俩就拜天地！哦不不不，老哥哥，咱俩是拜兄弟。咱俩一直喝，喝不死就弄死你，老哥哥，老哥哥，我真能喝，我能喝20瓶，我能喝死你。说到这个词儿，给小童带劲的呀，魂回来了。开始了吧？来。反正都说肯定没错吧？哥哥，你喝，我不能喝了，我不能喝。要哥，咱们俩拜天地吧？拜不拜天地，这个咱们俩这个不拜。那哥，老哥你喝，你不喝我弄死你。你这像喝多了，全是车轱辘话。我能喝20瓶。咱们俩拜把子。哥哥弟弟，
兄弟、大哥、二弟、大哥、三弟，好像三结义啊。二弟、三哥、大弟，反正都说一遍嘛，差不多了吧？说全对啊！包包这轮答对的是18个字。Yes。